就一个外省的啦，外省就甲带去放尿啊。伊敢会伫咧讲老邓？对，伊有甲我讲，伊叫做老邓。我听人伫咧讲吼，讲人若食到一个坎站吼，若去犯到这吼，拢较会去看到遐有诶无诶呢。啊！刘老爸，阿爸，哎呦，刘老爸，你是走去倒啦？我四界拢找无你咧。去互恁情敌看呢。赵嫂，老邓回来啊！你看，恁外甥啊吼，反应比你较好，你就是安尼推推啦，甲恁丈人共款。我看你较慢话去看到遐有诶无诶。阿爸，莫讲遐啦，老邓已经过身足久啊咧。哪有啊？我透早就搁带我去放尿，带我去食饭咧。安弟啊，你都要学较巧咧，唔通搁食肥肥结推推。要若无吼，凡事你有一天会去拄到阮丈人。母啊，你咧讲外公哦？前几天你不是讲要签名要甲陪吗？啥？你搁讲啊啦？我出来啊！嘿，先生啊，这两个同学是咧起孝心咧，哪安尼惊安尼啦？阿爸，你先吃早顿啦，阿伯莫乌白走啦。你不是讲想要去海钓场洗洗？嘿啦，吃饱吼，我带你去海钓场吼，老老来行行看看咧啦。哦，好。嘿，老邓啊，来。过来吃这，啊，爹婆你吃哦，来，这呀，来，要吃啦，来，我呢，两个你吃好不？来，吃，天上啊，吃，阿爸。这个病人手术这么顺利，现在伊个人到即马还袂清醒，干嘛变成植物人？有可能。我就讲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尽力的。小姐，我是替你讲话的，对不对？王小姐，杜小姐医生讲，你本有可能变成植物人，是不是？你病医这么大惊，敢无材料解医？你本伊若真正变成植物人？不知道去被关到死，但是是你引起的，你要负责给人救我。会啦，救人是我朋友一个。现在你问伊老母来到病院，既然你问伊昏迷不醒，你是不是应该去救伊，希望伊同意和解？手术真成功，你放心啦。不好意思，我讲有代志要无用。阿母，这位卢董事长，伊是杜先生的丈人爸，伊专工要来甲你会识你啦。你大声。这是我的病病。是你啦，发生这个代志，我也是心底嘛真艰苦，请你原谅。人也不是你拍的，你唔免甲我回事的。
大嫂，这件代志，咱是不是私底下来和解？无可能。照我所知影，恁囝婿起手拍阮后生，这不是头一摆呢，迄根本就是流氓嘛，敢无应该抓去关吼？五小姐，阮文爷捌甲我讲过，伊讲伊对你一直真好感，嘛一直在追求你。也毋知你是气嫌阮，还是安怎？三番两次拢甲拒绝。啊，是讲伊都爱着也无法度啦。也若无，你要做我的媳妇，也阁无够格。也毋敢知我有去探听，才知影讲。你的感情阁真复杂哦，不怪吃到这侪岁啊，阁也袂记。阿母，请你听我讲。哎呦，但是要阁讲啥啦？我是绝对无可能让阮囝继续跟你来往啦。我甲李先生只是普通的朋友尔。阿母，这件代志我想要拜托你，咱。敢会用私底下和解？看你爱什么条件，照你讲，阮一定做甲到。条件？那我条件是真简单啦。阿母，你请讲。我爱迄个老毛，规家头毛新三母啦。阿母，我求你啦，你嘛较差不多咧。阮家人即马搁伫内底昏迷不醒呢。会好啊，袂好还阁唔知影，你敢一直求我有啥物路用啦？莫阁讲啊啦，即摆上较重要是阮囝的性命呢，我拜托你好，你甲恁朋友好好参详啦。若是无才调，千万都唔通勉强哦。阮不管是倒会当转移，唔通到时哦，伊袂好，甲阮伊甲变植物人。阿祖啊，行。爱感情早就已经过去了，你们即摆是真单纯的朋友，不叫我莫误会。但是，我是这款代志，明明就是你对伊的付出。为了一个单纯的朋友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安尼敢对？敢对得起我？手拍人之前，敢有顾虑到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？你安尼做是义气，还是根本就是为着恁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？我是无了解你。小姐，怎么了？看相片，对了吧？别再看了啦，你越看是越艰苦啦。来吃饭好不？我未要啊。江山天后要来未？无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提。你饭也毋食，啊！是刚刚来乌点这间房间内底，啊！你身体敢扛袂起？我相信田伯也所作所为，阿爸绝对袂看唔到啦。你爱谅解，恁两个爱度过这难关。阿爸，你上早一直咧替伊讲话，你敢毋知拖延这款代志对我的伤害有偌大？丽君，你莫激动。你听我讲，人啊，往往拢是自私的。
较会顾家己，较会甲别人计较，甚至啊会怀疑别人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代志是毋是对家己不利。参照你安尼啦，遐尔啊多疑心，啊你是毋是真甲你家己心肝底痛苦呢？你敢无想看嘛？对方毋是别人，对方是你家己的人生。阿爸毋是定来讲。翁仔某要互相来体谅，互相来了解。我出来吃饭啦。啊！你叫阮大家去办公室，是有啥物代志要人讲哟？高姐啦，啊，当然是一定有代志，毋才叫咱起来。我你廖主管，我你上遮尔好咧，请咱泡茶来开讲。无得靠，人个你上个心肝好啊，叫咱起来泡茶开讲啊，你上讲对不对？天哪，有可能啊！阮我你上虽然做人捌钱，啊，不过你做代志哦是公事公办啦，无遐尼简单啦。要讲互咱工课哦做一半叫咱停个，一定是有足重要代志哦要算。所以我讲的是对，我讲才对，我讲的是对，我讲才对，我讲是对的啦，我讲的啦，哎，我讲的是对。好啦，免让恁吵到行出来，你搁在吵。阿伯兄，无话讲啊吼，住手！无采哦，恁两个好甲大人大正啊，加起来已经得要几百岁啊呢，较输一个狗仔囝。人个狗仔囝就是安尼，有大有细，坐遐听着我这老人咧讲话，一点点都是点点。那伊下狗当然嘛点点啊。诶，啊你等下在讲啥下狗？有代志要提来怎？人爱婆在甲你讲生肖，你当会真个哟？坐落来。拍谁拍谁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不要生气啦。对，即摆开视频甲开玩笑，拢爱甲较紧张呢。即摆海钓场对即摆宣布的开始进入战备状态。李长，是甚物代志这么严重，我要进入战备状态？因为今仔日咱海钓场相片内底这人有可能会来遮，啊，大家若看到这个人哦，要甲提高警觉，对伊较注意咧。李长，啊，这甲你有什么关系？李长，我照你安尼表情啊，甲你讲话口气啊，这么严重，这人一定有问题。我看爱国会安尼想啦。啊，无看你表情，看起较足紧张、足惊这个人呢？啊，是当什么人啊？我唔是惊伊啦，这个人吼，就是阮亲家啊，天上啊，印定人啊。嗯，啊，就外省啊，印老爸嘛，啊，这个头都拍在伊啊。拜托诶，讲话够大有势咧，好不？林先生，啊，你唔是讲甲我讲，我因老爸从胃有生一个歹物啊，啊，这嘛在做化疗。对啦，啊，就是头一摆化疗都做煞啦，啊，医生讲要观察一阵仔时间啦。啊，即阵吼来伫阮兜伫咧做客，我是咧惊讲阮天上吼，稍等下吼，凡事会出来，咱这钓鱼场才老老的。你昨日意思讲，伊卡出来来钓鱼场的时阵哦，啊叫阮大家注意点，注意安全就对啦。你大家放心啦。哎，啊这少年人还钓鱼哦，啊这边来定啊。你们拜托的，较有大有细啊无？什么少的？卖乌边叫少的啦。你敢知我们家今仔辛苦载因别人无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伊就头壳小可有问题啦。啊，若万一咱海钓场吼，啊，甲人欺负，迄囝就该安怎了？恁二婶咱特别交代，我卡输伊来来海钓场时吼，咱有较注意者。无唔对啦，讲到阮这亲家实在可怜啦，啊，都去甲人争个虚温啊，争甲贬低，事业规拢失败去，啊，人身体阁唔拄好滴。我想讲，若来海钓场这吼，大家都会注意安全。二婶，你放心啦。
卡输伊若真是来海钓钓的时候，绝对无啥物危险伫个啦。迄个阿哥，哎，等下你去大门，去遐等迄个阿青的讲看有来无？啊，若来时喏，伊坐咱个杀鱼仔车，爱去遐叫坐顶管，你甲杀入来内底，知无？阿宝仔，大哥仔，阿你咧？我当然无问题，伊若敢来，我都。你变怎？无，我保护安全啦。听你口讲，不用怕哟。我要怕吗？你无听伊讲，迄小惊怕呢。你甲拍看卖，你唔惊我，伊来甲你拆下就吧。阿强，阿公即马一透早就要去练武园做工课，暗头我才转来，拢无时间陪你佚佗呢。你会想阿公未？会啊。那叫阿公。阿公。乖，来，阿公进去。你啊，我听到卡声呢。啊，你无意思呢，哎，舅舅。强啊，是安怎啦？哦，用迄个让你拿公斤哦，你叫我怎么卡成？强啊，好啊，这胖胖的哦，今仔日在园的哦，真久了，真拼死在做呢。你哦，我那都爱讲欧露几句啦，安尼哦，伊心肝咧唔再轻松，做事哦做到再快活啦。我那是个贱呢。偷袂我的任务，害我对任务又唔知咩啦交代啦，这就是明珠故犯，犯着我的员工守则，伊当然嘛爱将功赎罪啊，哦，啊个当然嘛较骨力、较拍拼、较认真的啊。啊，伊敢无认真呢？你看伊这几工啊，哦，我咧做甲规身躯汗啦，啊，不过看伊哦，拢安尼面啊油油呢，规工都安尼敢足歹势啊，头壳底底底都唔敢打起来，看你嘛真唔敢。卖去要骗去啦，头热热，一定咧想空想方要变鬼变怪，佮咪想要甲人讲变啊？你要信无？啊，你若听要甲讲安尼无一块啊好，规气甲死死，叫伊免来恁无？无可能呢，一定要互伊做甲你袂爽呢，那种人敢要互伊一个架势哦？雄啊，啊你甲猪哥的吼是共个呢，啊嘛过了十年的交情啊，伊妈妈哦讲起来嘛是时大啦，卖安尼啦。比伊较真纯的啦，啊，常常讲着话就安尼大细声，对人较歹声啥，啊，无就叫人跪，会伤着人的自尊了。啊，啥计要搞当作歹呐？也要甲伊拼，无甲安尼满面全豆花嘞。哦，我伤着伊的自尊，啊，我的自尊免呐，伊就搞我的自尊烫在涂骹找哦。唔免遮愤慨啦，啊，讲起来哦，碰到人嘛无影讲偌歹啦，是较小皮脸尔，莫甲伊计较遐济啦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强，是阿爸吧？啊，你下班走去倒啊？你即摆搁转来？办公室较无闲啦，来办鱼糕。鱼糕？哎，你新官的款啊？哦，安怎？薪水有加无？我洗头了啦。啊？白目啊！即摆景气遐尼歹着，我头路哦是夭寿啊，歹找呢。啊，你今日做甲好势好势，你来叫洗头路来？啊，是读书读到一卡咧啦？啊！你甲阿母规工拢在恁门内底无闲啊！我若强同些，搁还拜托人照顾，安尼我袂放心啦。我甲头脑死死的啊！下等等下甲你斗进恁母，搁当顾阮阿强，安尼毋是足好诶？哎，进恁母咧，迄毋是囡仔头路咧！啊，你脚尖手，你够咩做咧？你有时也袂好尔啦，压低头食个歹哦。阿爸，我认真学啊！啊，你进前嘛拢毋捌啊，对无？人讲哦，有心拍招招的位啊！我若有决心去做吼，我都会认真拍拼，绝对袂让恁失望的啦。阿爸，啊你看阮的同学恁无用啊，进恁无进到安尼啊成功啊，迄就是因为吼，伊有新的观念，会去研究，会去改进。啊，亲像你甲阿母拢唔捌字，这点就较吃亏啊。唔捌字是安怎？我唔捌字，我有材料甲你饲到这大汉啦，我有材料甲你饲到这大汉，我有材料去种莲雾啦，唔包。阿爸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我是讲吼，我会当甲你斗研究啊。啊，你再陪我读书，我顺便报答你哦。佮再讲哦，有我斗三工，你甲阿母嘛会当较快活啊。安尼我唔才有机会同我表现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死就死啊啦。是讲你这么白目无？原来正恁有我乌金公，唔知上尾变白金公的。
处处为撇步。